给大家看看。在我们祖国，高铁那是世界闻名的，哪怕是一等座都比台湾省的高铁商务座还要舒服，欢迎大家回自己的家来看看。刚刚上了高铁，要到自己的故乡全椒去。我特别喜欢坐高铁，我觉得非常的舒适，给大家看看。这是商务座。哦，有人说没椅背是吧？这就是坐着的时候是椅背，躺着的时候它是张床。上了车以后如果累了睡一觉也就到站了，非常的平稳。而且说实话，在我们祖国，高铁那是世界闻名的，哪怕是一等座都比台湾省的高铁商务座还要舒服，欢迎大家